直接出来发这个自由球。对，那个刚刚是一个，哦，机会来了，又有机会，又好的球进去了，漂亮！哇，这个球真的是用智慧去得到了一分。陈喜安梅开二度，哇塞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踢球真的非常的聪明。五十五分的时候，哈，刚刚这一次直接张天中的一个自由球开到前场，对对对，哇，这个就制造了绝佳的机会。我们再看一次，我们再请王老师分析。哎，哦，哇，这个不简单。这陈锡安真的是。